在还没有介绍这个产品之前，我想要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经历，就是我有一天我像平常这样子照着镜子，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眼睛周围有小小的那种细纹。我不明白，我才20多岁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小小细纹在我眼睛周围？然后直到我遇到炼眉，我才明白胶原蛋白的重要性。当皮肤开始出现皱纹、细纹、松弛、没有弹性、没有光泽，原来是因为缺少胶原蛋白。你们知道吗？原来人25岁开始，我们的身体就已经慢慢流失胶原蛋白。一旦流失了胶原蛋白，我们的皮肤就开始出现很多的问题。天哪，真的不想遇到这些可怕的问题。这样我要讲快速的补救嘞。秘诀就在于我们确保我们的皮肤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这也是拥有年轻肌肤所在。这样我是讲照顾和保养的嘞。我是使用很高抗氧化剂和植物营养素的炼眉，它也叫做 Rosy Time。 炼眉有四大的成分，第一个就是针叶樱桃，第二个是仙人掌果实，第三个是玫瑰，第四个是蔓越莓。针叶樱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毒素，然后也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产生。蔓越莓可以帮我们抵抗自由基，可以延缓我们皮肤老化的速度。仙人掌果实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柔软度和弹性，然后也可以减少皱纹的产生，也可以促进细胞再生和修补能力。玫瑰可以保护我们不受阳光紫外线的伤害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淡化黑斑，也可以让我们肌肤看起来更亮丽。这个就是炼眉的包装啊，然后里面就会有5小包的炼眉在里面。有人问为什么炼眉会那么贵，我觉得是当你了解到它的成分和营养过后，就会觉得物超所值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然后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炼眉的咨询，你们可以来问我，谢谢大家。